哎呀，看到冰箱了，看到冰箱了。哎，冰箱回横店。今天中午在哪儿吃的饭呀？中午就随便吃了点吧。这个大佛寺没有去啊？随便吃了点吧。啊，你去大佛寺没有？就自己随便吃了点。哦，对对对。在外面吃了点，快餐店吃了点。快餐店啊，大佛寺好久没去了，我也要去吃。嗯，那接下来你什么打算啊？不是到现在在找工作吗？哎，找工作。你不是跟小马在一起吗？找事做，找事做。啊、哦，又不跟小马在一起了，没有直播。对。现在直播挺难的啊。对，挺难的。嗯，准备找工作了。对，找点事做做。你有没有活介绍给我吗？那你跟着大脚跑跑外卖，学外卖怎么样？跑外卖。嗯。大脚跑外卖。啊。不想跑外卖，要不然跑群演。群演一个月跑10天吧，也能挣1000把块钱，挣1000把块钱，再加上大跑是免费吃饭的，也可以了，供着生活没问题吧，是吧？找点事做做。准备找点事。对，有没有活？你介绍我一下我们。那要不然你就进什么横店集团的这些下属的厂，东慈听说挺要人的，东慈也挺稳定的，估计一个月4-5千、5-6千，是不是？人家什么3金1险什么都好像。要不然你去问一下。好。哎。看看吧，下午看看的话，我下午再去找。对对对对对。什么活干？对。你去不去啊？哎呀，我年龄大了呀，你年轻力壮的，我打工真的是打不了工了，我这种体力人家不要我了呀，我体力跟不上了，我只有死也要死在这个文艺的道路上了。嗯，还有什么打算？嗯，要不然跟我西有松金吧。哈哈哈，西有松金是个金矿，我们去挖金矿。那你先去找工作吧，找不到工作，我们去挖西有松金这个金矿啊。好，找找有什么活干吧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嗯。